他学校有元旦晚会时。那个元旦晚会咱们有想报节目了吗？老师能跳舞吗？啊，行。说唱行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双截棍行吗？行。跆拳道行吗？哎，这太多太多。文伟，来那个给这几个人记一下。上次说那元旦晚会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老师，我想说相声。那不行，参与人数太少。老师，我想排小品。这不行，排练太费时间。老师，街舞行吗？这不行，难度太大了。那既然大家没什么好想法，那老师推荐一个，咱们全班诗朗诵。哎，咱们还和去年一样啊，大合唱。当老师写学生测评语时，老师见证了你的成长，很高兴能陪你度过这三年。你为人热情，性格开朗，忘记去努力。你为人热情。那个，来几个写字好看同学，帮我写点东西。你站好了，我看谁动呢？哎呀，行了，媳妇儿，你这干说他们也没啥用啊，都坐下吧。我看谁敢坐。不是，怎么每回我一训学生的时候你就出来说好话呢？哎，就你是好老师是吧，显得我可尖酸刻薄了。你这叫什么叫那个伪善？对，伪善。你们听他的，你们就坐下。老师，我们不坐，没考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你看什么，学生都比你懂事，都坐下吧。你小子，你真。老师，愚人节被骗时。老师，你衣服穿反了。啊，没有啊。老师，愚人节快乐。老师，你衣服穿反了。没有啊。愚人节快乐。你有病啊，嘚瑟啥，有的功夫能不能做两套题。老师，你鞋带开了。大意了啊，先穿拖鞋。老师们口渴时。行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这回再看公式。老师，你嘴都起皮了，我给你买瓶水去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差五分钟就下课了，我都回办公室喝。大夫，我刚才讲的公式啊，再说公分重点。去年没考啊，今年指定考，12分摆那，爱背不背。哎妈，这太烫了，这把那晾凉嗓子都可冒烟了。来，上楼下给我摆瓶冰镇可乐去。对，老规矩。班级开家长会时，啊，我知道很多家长觉得我这个岁数太小，阅历太浅，教不好孩子。但是我想说啊，既然我能来这个学校当老师，就代表我有这个实力，所以也请各位家长能够相信我，好吗？关键不是说现在学校不让补啊，是教育局不让补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各位家长实在不想让孩子功课落下的话啊，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，让孩子们上我家去补去。哎，梁春奶奶你好。放学需要排队时，等会儿出了校门口啊，都站成一列，然后前面第一个十字路口到那块儿再解散啊，回家都注意点安全。哎，都排好队啊，前面人别烦，没事检查的。后边小姑娘站成一列，你老跨着干啥？自己能走丢啊？孩子们慢走不送啊，老师家到了。学生下课唠嗑时。你姐还挺精神的，你不困别搁班唠嗑，你出去踢一下打羽毛球去。老师，课间太短了。短什么？哎妈，还有2秒，我得抓紧上水了。干啥呢？带我一个。学生穿着不合理时，你这穿的是小姑娘爱美啊，是理解。那你这露这么多，别人是不是在背后议论你？嗯，你穿的什么玩意儿？嗯，这肩膀头还搁外边露着，那挺好个小姑娘，非打扮的跟中年妇女似的，你怎么的好看呢？呀，撞衫了。班级有人带饰品时，来告诉我你这啥意思？昨天班会我说没说这两天要拆有人表？嗯，你那脖子上戴啥玩意儿，跟狗链子似的？你那脖子咋还有圈黑印呢？哎妈，老师，我这可是网红同款。我管你什么同款？你这款我相中好久了，先进多少钱一克？当老师有不认识的名字时，点个名啊，张淼。老师，我叫张曼。啊，念曼呐？哎，我今天又学个新字啊，找人提问啊。张淼，老师，我叫张曼。啊啊，这四个岁啊，这一看就起名官给起的。不是，这是我姥爷给我起的。那姥爷指定是文化人。不是，随便翻字典翻的。不是，你要给我唠10块钱的呀。张，这孩子指定五行缺水。检查眼保健操。主任，这个班没做眼保健操。哪班？赵姨，你这又把铃给毙了呢，麻烦。那得做眼保健操，又对学生眼睛好啊。妈呀，你瞅那孩子困那样，睡会儿觉比做啥都强。那你不做我就扣分啊，一个不做扣5分，你班扣150多。那你扣吧，那分留着也不能当饭吃，你随便扣。这老太太，我跟校长说去，把门给我带上啊。当班级放错电影时，老师，你看他们亲嘴了。就别看了，赶紧写作业，换别的吧。这咋现在看个电视剧还得要会员呢？行，跟那个吧。看见小点声啊，不想校长学校来了。
这班咋没人呢？赵姨，你班学生呢？出去上体育去了。体育啊？这地下不你的课吗？啊，那我一进来撂倒一大片啊，那我这课讲了，谁能听？那哪有，第一节让出去吧。那你说让别的班老师看到了，人家不得有意见呢？谁有意见？你让他来找我说啊！你这，那我告校长去了啊！怕了吧？把门给我带上。这老太太。